啊，因为讲市长林彼得手指这三个范畴基本上太大了哈、哦。那我时间也不是那么多说，大家浓缩，我们来一起来领受基督的丰盛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读一次圣经，哎，对，我要打开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念一次，我来念好了。当用各样的智慧，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哪里？心里。哦，不是只存在你脑袋里面，是存在心里面。用什么？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是诗章？好，给你们偷看一下，什么是诗章？诗篇就是诗章嘛，很简单。什么是颂词 ？Hymn 嘛 ，Hymn 就是我们一般唱的诗本，那是 Hymn。什么是灵歌？什么是灵歌？哦，来了，问题来了。我们长老会对这种是比较没有在教导的。什么是灵歌？灵里面的歌嘛，就这么容易嘛？哎呦，哎呀，想太多了。各位，我们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怎么样？彼此怎么样？教导。彼此教导，然后呢，互相劝诫，而且怎么样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啊、我就分为三方面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各样的智慧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怎么样，存在心里。跟你隔壁人说，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。基督的道丰丰富存在里面，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！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这全人有三个部分，一个是灵，一个魂，一个体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满足我们身体的叫这个身体的部分，这个我们很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把肉用的行为器啊，民以食为天嘛，哦，所以那被把肚子饿就想吃，很正常。那什么是魂呢？人的，我说。这个灵魂体三个不清的这个人，什么是魂呢？哎，你今天快乐不快乐？快乐。你今天会不会觉得很喜乐，要来到神面前敬拜他？你今天会不会遇到老板给你臭脸？对。啊，你心里面是怎么样？不准。不准，对了，各位，那个不准，那个快乐，那一种让我们感受到的，那就是魂的部分。那你的部分呢？你的部分是什么？各位，很奇特。我不敢说这别的动物有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外星人有没有，但是我知道，就我目前就知道能够感受有灵的只有人啊。你有没有看到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在那边哈利路亚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多，哦，我好苦哦，不会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里面没有这部分。灵是我们跟神相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据。当神造人之后，就对那个石头，哎，不是石头，泥巴吹了一口气，把普天空，就变成小亚当，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吹了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什么是有灵的活人？人他有分不一样吗？对的，人有分三种，第一是活的活人，一个活的死人，一个是死的死人。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，有的人是为了吃饭而生，有人为了生而吃饭。各位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觉得我是哲学教授，我讲快一点，你们孙子很高，我讲快一点了、哦、讲比较 level 高一点了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哎，我这个是可以调整的，我亚细亚的亚细亚惯了，哦，下个礼拜我们准备去大甲妈祖进香，我们去传福音的，哇，哦，所以各位为我们祷告，我们12会去走岛，我们去整个会西海岸，从白沙屯开始一直往南走，然后为北港，我们不是从西港，我们从北港往上走。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洁净的动作，然后我们4月22、23、28、29，我们要新港，我们在西螺，我们在大甲，我们在白沙屯，我们准备办祝福的晚会。各位，我欢迎没不少了哈、哦，我花了蛮多的哦。为什么？你们看到我每次都不大一样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都为了神的缘故，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、我们的身体都要为主效力。阿门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，当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、我们的身体满足了，那个叫做完乱啊、圆满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？我把道跟理分开说，哎，各样的智慧当中里面，什么是可以把神的道放在我们心里面呢？三个部分：诗章、颂词、灵歌。刚才讲过了，诗章是以前诗人所写的歌啊、哦，这个我们都很了解。什么是颂词呢？就是当这些诗成集时候，成一本书籍、歌集。各位，圣经本身就是一个 hymn 啊，
圣经本身就是自己本性，你不要以为圣经是读的。我以前嘛，我们在那扯起来哈，我们一般都是用念，对不对？古人怎么样？你猜来看，用轻微的，用唱的。为什么他们用唱的？他们觉得文字本身就有美呀、啊。特别不管是闽，特别是闽南语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特别是管当华语，我是华语堂哦，我就讲华语哦，华语一定是用唱的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们没有试看看？我们都念的，为什么用念的？因为念的情绪最平稳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情绪只有平稳的情绪吗？你会不会激动？哎呦，我中了爱国奖券！你们哎呦，我中了爱国奖券特奖，会这样子吗？所以各位，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里面，当全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再讲一个还没有再继续分享，我先讲介绍保罗，请告诉我他是不是一个诗人？哎，我这样话知道越讲会弹记啊，比下面他不想休息，只休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保罗他不是一个音乐人，却告诉哥罗西书的教会说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放在心里，怪不怪？哎，你等下跟我来带，我会讨论。哎，为什么保罗这样说？我研究圣经，我发觉到保罗根本不是音乐人，他不是学音乐的。他也不像我们长老娘那么会弹琴啊，也不像你们那么会唱歌，搞不好他五音不大全。他有很好的教育没有错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他为什么对哥罗西书的教说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？哎，会不会觉得奇怪？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小小问题？没有。没有，哎呦，要多多想嘛，这样脑袋才会用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是保罗，我就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读经，用祷告，用传福音，你相不相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如果我从圣经了解保罗这个人，我应该会这样说：我们要好好读圣经，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我们要好好去传福音，哦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我要感谢你讲。可是保罗为什么不是这样说？你说哥罗西书的教会是一个赞美的教会吗？不、哦。他是个平常的教会，跟我们永福教会一样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保罗为什么对哥罗西书的教会这样说？因为他知道，在那生命当中，他虽然没有那么多学问，知道什么是诗章，什么是颂词，什么是灵歌，但是他有没有经历到？有没有嘛？有。最有名的一件事，保罗跟希拉他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有人鬼哭的来找他，结果他把鬼赶走了。那个人，他那那个得力的指望的人没有，就把保罗、希拉给他控告，结果被人家抓起来被推了。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就这样子打完了之后怎么样？还给他们关到哪里啊？内监。有过没跟你分享过？我没有。哎，我完了。OK。那而且关进去的时候，脚还放着什么？绑着什么？木狗啊！什么叫木狗？重刑犯会才会绑的木的，就是让他不会逃走的那个木狗，去把他绑木狗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保罗、希拉他们越服侍神，那看对的，关二当那个代志，哎，打没不打没？哪天我们长老跟长老娘被抓去关监狱关起来啊？哎，我告诉大家，大家看。拼命祷告，但是各位可能对长老娘他们被关起来的时候，现在主啊，哎，很有意思哦。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祷告，怎么样？赞美神，很特别的经历。所以保罗对哥罗西书的教会这样分享的时候，是因为他们有极美的经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在那个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之后，发生了什么奇特的事情呢、啊？在《使徒行传》。监狱的门开了，你讲一半而已，先地大震动啦、啊。我地大震动是不要那门开开啦，是给人拍开来震动门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地大震动，他们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喜爱他们祷告。哇，地大震动，这种经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。但是各位，我有遇到一次，我不能跟你们讲这个讲太难，不然你们会说这是什么造成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垂听；当我们赞美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要，不能你猜就好了。我不否认，我不承认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他们敬拜、赞美、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的时候，就地大震动，监门都开了，而且你知道，
撞他们撞囚犯打牙被死，蛮压死啊！不是说逃走怕死了，监狱的那个囚那个管监狱的人要自杀。你说知道那个地震力量很大，但人伤害性很大。你说背后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有人赞美神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？我要常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。为什么不用祷告，不用唱，不用传福音，不用读圣经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会发觉到在诗唱、颂词、灵歌里面都有这些部分。我有机会跟你们分享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唱诗的时候会不会感动人？会。唱诗的会不会让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？会不会？哎，你们没有。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。台上唱野地的花，穿着美丽的衣裳，听过这首歌吗？有。没听过的请举手。那表示你超我们二三十年代了，啊，是你信主到底干是什么意思啦？多啊信主，这首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说还没有信主，我嘴巴硬得像石头一样。那个人一唱歌，我心就软了。我想说，天哪，这个是这么美。后来我认识那个作者，跟作者谢谢他，作者也谢谢我。以后再有机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他也谢谢我。各位，我唱到这首歌，我心里就暖。连花，连朵小小的花，神都眷顾，我的生命神怎么不会眷顾呢？所以各位，神临到我们的各样难处都是有原因的。前段时间有一个姐，不是就昨天而已，一个姐妹，我们在交通，前段对我来说太久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他就跟我聊，他说啊，遇到很多难处，为什么胜不过？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些难处我都没经历过。但是我就跟他说，如果这个功课神要你学，还没有把这个拿掉，他就要继续让你学；如果神要不让你学，他就会把这个难处拿掉。我知道是这样子。因为这是属灵的方法，属灵的律。当神把困难摆在你里面，一定有原因的。对基督徒不是说话，我要摇头叹息，没安尼啦。我相信，凡事都互相，那么万事都互相效力的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阿门。什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？你只要为了神的缘故，把人神把难处放在你里面，一定要让你学功课的，一定要让你学功课的。为什么要让你学功课？帮助你成长，帮助你更多认识他，帮助你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，看到自己何等的没有办法，离了他什么都不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不会把一个难处就放住你，放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，让你去面对而不知道方法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在说，神把难处放在我们里面，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成长，帮助我们更依靠他。所以有时候，我们不是看到难处说主啊，你把难处拿掉。当你功课学好了，神就把难处拿掉、拿掉。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样把基督的道理放在心里面？诗章我们讲过诗篇，你们有没有唱过诗篇的经验？拿诗篇起来唱。没有。诗篇。很简单嘛，诗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必失去缺乏。就这样唱啊，会不会？他是我，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你我在隔岸线的水边，这样唱嘛。对了，这个同学可以教。我是五月会开个敬拜的研习会，欢迎你们来参加啊。当然台中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真的诗是可以唱的。那 hymn 呢？那颂词更可以唱，连五线谱都有了。你们有没有看我们的新圣诗有没有？各样的诗本，我们在华语没有这样的诗本，其实可以用诗本。我建议你们可以用新歌颂扬，新歌颂扬当你们的诗本，因为它是百首。因为我发觉到现在的诗歌其实有很多小小的问题，像你们刚才唱的一粒麦子，你们都没觉得奇怪哦？我觉得好奇怪。那我有机会再告诉你们好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对我们弟兄姐妹都没有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守门员那个打足球守门员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？就是棒球，挡球，把球打出去啊！好球，不管什么球都要注意。如果你一闪失，球就进去，你就损失了。敬拜侍奉的人，常常就是那个守门员。守门员，特别不好的东西，你要学着打。你不会学着打，那就进去了。曾经有人唱是一首诗歌，万事在你的手中都可能，万事在你的手中都可能。我相信，你们听过没有？约书亚的，我应该不能讲了，因为这样
比较不会被我射障，障之前多啊，不不，这个收起来。我唱歌真的，刚才唱的哦，就不要讲了。哦，我就觉得那这些歌都有点问题，你们都不晓得吗？有很多问题啊，有问题在哪里？好，小杨师哥，打开来看一下。不要踩那个。别踩那个。好，我们现在不能录影啊，录影要剪掉。你看，在第一首跟你们唱的歌。敞开，敞开。相片敞开了啊。相片敞开。好，来啊，打开来看一下。第一首也可以啦，我哪一首我都发觉到这些都有一些小差异。江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请告诉我，神的荣耀是降下来吗？你唱一遍江天敞开，唱两遍还江天敞开，你唱三遍，唱三遍还是江天敞开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天开了没？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唱，你们都没感觉吗？没有，没有感觉，就赦免你们弟兄，你们不知道。好，你看，将你的荣，你的同在降下来。神同在，早就同在，从加尔文的神学里面，神早就同在了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。这些写歌的人，这 Tiffany 博士那时候，他的中文没有到国中程度而已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？这个真的是，我们关起门说，如果我会改歌词，我会改歌词。如果我唱这首歌，我常常从你们这边听到赞美之人唱的歌，我一辈子都不唱他们的歌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不好意思，不是我写歌我骄傲，而是这些真的有点可以要调整。来下一页，下一页，怎么下面是下一页？那下一页就好了，还不要清晨到这首怎么走清晨到夜晚？我那不你，好来第二个，江天长，你的荣耀降下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有冲突，为什么？因为江天敞开的时候，人降下来，万国赞叹。如果我是真的让看见神同在的时候，我不会用赞叹。赞美，对，我觉得这不够精准。害怕是对。如果你真的让神同在，我告诉各位，神同在哦，我告诉各位，都有很糟糕的事发生。有个人叫以赛亚，你知不知道？以赛亚，那是大祭司，他们在从外院进到内院，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，他们身上绑个绳子，然后个铃铛，然后进到圣殿里，进到内院里面去，在整理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当中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读圣经，那个神的荣耀充满在当中里面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过十几分没有声音，就要怎么样？外面的祭司就要拉绳子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祭司在里面被神的荣耀一照，就把你拉走了，就死了。神的同在很恐怖嘞。你们都小傻傻的，哇！什么样？我要你同在，你们死看你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真的搞清楚没？搞清楚，我渴望你同在。你知道要做什么事吗？真的是啊，真的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从神的话语来看，我们真的有听有唱没有懂啊？主啊，我要奉献我一生给你，有没有这个歌词？刚才你真的有吗？你如果唱没有这样做，你是得罪神，你小心了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诗章颂词，当我们回应灵歌回应神的时候，神真的会把祝福给我们。但是你要看看，你这个福领受得了，领受不了。你领受得了，领受不了。如果你领受不了，再更多的福给你，都从你生命当中流过去。如果是你的，你领受了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要把基督的道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。可是你预备好了，甚至说主啊，我就是要领受生命，死就死吧。我后来才发觉到1999几年95、96、99，我去新加坡分享一篇道之后，邝建九牧师来台湾就分享这篇道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妈忘我，你要付我百岁。为什么讲什么呢？我说死就死这个信息你怎么讲的？我说几乎都听到我讲的。他说他当然是笑笑的啦，因为这个圣经谁都可以讲啊，也没有 copyright 的问题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预备好，我们能够承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福吗？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啊，真的。为什么没有预备好？等一下我告诉你。好，回过来第二页，我们要怎么把基督的恩典存在基督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呢？
第有三点很重要，第一个要彼此教导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告诉我，牧师站在台上跟弟兄姐妹分享，这不是教导，是不是教导？是不是嘛？是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，在敬拜当中里面，你唱诗歌了，你也可以教导隔壁的，隔壁的可以领受你的教导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让神的话在你里面唱出来的时候，听到的都被教导到了，没有听到的也被教导到了，只是没有唱的人没有那个福气去帮助别人。我这样听得懂吗？彼此教导是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回应神，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回应的当中也得到帮助。各位，你如果开口赞美神，神不仅把恩典给你，你也可以祝福隔壁的弟兄姐妹。如果你不开口，不好意思，你就领受祝福。但是我发觉到施比受的真理就在你的里面少掉这一块，所以跟你的隔壁人说，谢谢你每次敬拜的时候服侍我。教导什么呢？请告诉我，我刚才说过了，为什么不用祷告，不用读圣经，不用传福音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因为保罗知道在唱诗赞美神当中里面这些功能都有。圣经里面有一个讲到一个最大的恩赐是什么？回答我，好，你们牧师不在没关系，请告诉我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啊？最大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什么？对，快点，对，做先知讲道的啦。圣经里面最大的恩赐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。彼此相爱的是不是恩赐？爱，很多人他很会关心别人，很多人都很想为人家祷告，很多人他有德才的人常常是为别人家奉献。我学生时代的就一个医生，我每次我拿到奉献我就很感动，我就跟着主啊，以后我要做一个德才跟人家分享的人。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做不到，因为我不是医生。可是各位，我虽然不能做医生，我可不可以做别的？我可以做别的，我可以做老师啊，我可以帮助别人来认识神，这也是恩典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让那妹毛搓他了，你再怎么软弱，你神都会给你一个职分去帮助别人。很多人说我什么都不会，你可以教会扫地，家里面好好服侍。我告诉各位，我认识一个姐妹，她超会煮饭的。我每次吃到她的饭都想到我妈妈，真的。啊，看起来那么年轻不像，可是煮出来味道怎么那么像？我跟我太太说这是我妈妈的味道，可是什么味道？一讲没出来。可是我一吃我就知道那是妈妈，我妈妈的味道，很怪，我没有忘记，我永远没有忘记妈妈的味道，因为那个味道成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忆。我被吃了没什么感觉，只要能吃我就吞下去了。可是你知道他们说，我每次我跟我隔壁阵子来吃你的菜，我吃他的菜我就感觉到，其实很简单，各位在菜菜我扭着，打鱼比手上面两个，忙赶快我比手啦，打鱼别吃饭比干嘎嘎的，奇怪，一家住的是怎样哟？我一直想半天，可是就是煮出来就是我那味道，我好熟悉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那个在我生命当中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那个姐妹每次讲，我都不要帮得了，我也不要跟人家祝福你家。我姐妹真的谢谢你，你让我感受到妈妈的那一份爱。哇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，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的。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面前，不是大事，不是小事，而是你所摆上的，像玛利亚那个小小的恩，那个香膏，别人就得到了。别人就领受了，神也纪念你，阿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把基督的道理放在你里面，彼此教导很重要。你如果愿意彼此教导，你一定可以帮助别人。我再说，你一定可以帮助别人。不一样的方式，给那个人一个微笑，给那个煮的很难吃的人说继续努力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继续努力。我第一次吃我太太煮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吞不下去，好咸哦。我说哇塞。感谢主啊，这个好好喝啊！我喝水，不要把它冲淡，把钱吞而已。因为我太太讲，我太太管你。可是我回头过来看，我太太看着我说，我那两本来已经够肥了，挤在一起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现在煮起饭来真的不一样了。我昨天除了吃他煮的，我说哇，感谢主，我没进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对我而言，
我发觉到我们努力，我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彼此交到很重要，各位，彼此交到不在行动当中，而在诗歌当中里面很特别。第二，在基督的大的伦理当中里面，还可以互相劝诫。各位，我不想你们唱过一首歌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尽心祷告。听过这首歌的请举手，没有举手就放下来。你们跟我哥举手，大概就跟我连这两个写的歌，我一直唱到的时候，给我很大的帮助。你说我今天成为别人帮助，别人也会对我有帮助。你听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一个爱的循环当中里面，我们就发觉到，我们不仅可以成长，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别人也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一个微笑简单不简单？简单。告诉你自己，主啊，今天的这个礼拜让我看到一百个人，我都对他微笑，这可不可以？我看到我的心得啊，真的是太害怕，我也对他微笑，继续努力。我不责备他，我就鼓励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一个微笑真的会让一个失败的人，然后让一个软弱人就起来了。我一个同工跟我亲口跟我讲，我的同工，前段时间我们的车子做好在服侍，结果过年的时候，2月8号，我从美国回来，去美国服侍。我回来之前接到个电话，那个声音是战斗的。我同工打电话跟我说：“谢哥，我跟你讲，我说什么事慢慢说。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准备上飞机，说我们车子的器材全被偷走了。”哇！你知道我听到我都愣住了，哈？怎么再讲一次？你用 LINE 写给我，写好久了，结果上飞机还没有收到，我一下飞机我就收到了。他说：“我们在五谷那边有五谷芦洲，在泰山那边刚好有些行进的祷告，完了之后车子放在桥下。”结果隔天他准备要回开到彰化，车子放在彰化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就因为这样子被转开了，全部贵重的音响全部被偷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非常难过啊！我们好不容易募了一台车，哇，怎么？我说主啊，怎么办？我太太看到我那样子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办。我说，结果你知道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做什么决定？我先不用这个态度去面对我前面的任何的人。我调整一下，说好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来过一下就好了，给我机会去处理事情。我遇到同工，他们叫他来台中找我，我们就聊天。他一直很不好，说好了，到现在可以不用难过了。现在我们怎么做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落在那个情绪里面。可是各位，你可不可以管理你的情绪？你可不可以管理你的情绪？当你要指责别人的，如果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先经过脑袋过滤一下，把那个杂质过滤一下，像那个脏水要准备泼出去的时候，先过滤一下，让它变干净的水再把它泼出去，把那脏整理一下倒在垃圾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过滤动作一定要做。我跟他讲完之后，我说我们决定半年不买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买了几十万的器材之后，如果警察真的找到了，那我们就两套器材了，我们才一辆车，浪费风险。第二个，我说很简单，他们更记得，我们把我们现在现有乐团的音响全部收集起来，我家里可以填出来，谁的地方可以奉献出来，我们就再把它做起来，品质会比较差，但是我也很麻烦。我们很奇妙，就开始找，大家开始找，两天就把器材弄到了，少了鼓，我把我家的真鼓搬去了。结果搬去没两天，有人奉献到更好的电子鼓给我们，而且是大陆回到台湾，他居然打电话说：“谢哥，我们家有一套电子鼓，可不可以给你们用？”我以为那个电子鼓应该很烂，结果我的同行说了，比我们原来那一台还好，很奇妙。我说：“哎，我少了琴，我家原来琴奉献出来，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”所以基督徒这边，我们终于把它弄起来了。在嘉义的灯会当中里面，哦，我就感觉我很感恩。为什么感恩？感谢主，我们没有沮丧太久，我们马上进到下一个阶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感受当中里面遇到困难，我们都会摇头，我们都会叹息。但是各位，我们要互相提醒，这叫互相劝诫，互相提醒。我们要掉到那个落井里面，让我们整个正面的，让我们整个向神的那种恩典，那种思想全部不见，那个东西就请他走开。阿门。
所以跟你隔壁人说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依然要欢喜快乐仰望神。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依然要欢喜仰望神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被困难打倒，但是你不能不起来。你可以被难处抓住，说出啊，我真的不离不能生。有人在家庭里面就是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特别是姐妹，有些难处，有些先生常常智障问题，有没有？有，真的有，怎么办？我就说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，就用爱挽回他，用爱挽回他，一次不行两次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要求别人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去改变，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看到问题，有时候我们也是制造问题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要互相劝诫？要互相劝诫。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两个人可不可以看得到？互相不可以？不要怕说我讲话伤道理，私下讲就好了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觉得啊，弟兄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哦，你这样他常常跟你太太不说不好，我教你今天晚上买一朵花回去送。他说啊，他觉得我很肉麻。我说敢花肉麻，买一朵了很肉麻，你买十朵给他看到觉得肉麻，让他觉得很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就跟我的弟兄说，我的弟兄本来就不跟太太讲话。他在那个挽回的过程当中里面，我跟他分享，我说我是一个木头啊，你听得懂我是木头吗？难道是铁人吗？你听懂？对，不懂浪漫气息嘛？我说我是木头，你是铁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跟他分享之后，我就我好好试试看啊。奇怪，以前说话没感觉，这个时候说话，太太说，现在脾气很大。那这脾气，但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是弱者，有时候女人还蛮强的，把甚至一拳就把她打晕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双方的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个问题只出现一个，我们要互相劝诫。老的跟小的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的女儿就很厉害，就能够劝我啊，劝我岳母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太太跟我岳母有时候讲，女儿你去，知道了。两三次就解决了，阿妈你好不好就解决了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本来气他女儿气得不得了啊，就没事了。天哪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，神让我们在这个岗位当中里面一定有目的的。你千万不要说啊，主啊，这个苦杯不好，不要给我喝，他就是要给你喝。人吃为人中苦，包括什么？人善的，你看，所以不要觉得苦就不好了。有时候苦喝一喝，甜的味道就更甜了。所以期待弟兄们，我们要互相劝诫，这爱人不要虚假。我有一首歌，让我爱人，我也忘记了，你们会不会唱？让我啊，让我赞美飞机每次，让我敬拜飞机放肆，让我俯视波涛汹汹，而祷告飞机有空。有空让我爱人不要虚假，如果我常常唱让我爱人不要虚假，让我待人由心而发，这个话我都唱出来了。我如果不是这样做，我在打我自己嘴巴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唱爱人不要虚假，但是我看到那个人喜欢我爱，看到我不喜欢的我就傻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这句话在我里面没有功效。所以为什么要互相劝诫？火熊大体有进步，让我们常常在彼此的这样的对话当中，我们就越来越进步，而且这进步是越来越好。阿们，我最近看你们的唱两步，哇，跟我上次来的印象完全不一样。这是谁训练你们的？好厉害哦！哦，看多好啊！真的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更多鼓励，不会让更多的负面的东西不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。劝诫不是要落井下石。确切是让我们更爱神。如果能够让我们更爱神，我们为什么不要呢？第三个，在基督在存在心里，要把基督的理解嘛，借着心被恩，心被恩感。我刚才讲过了，你知道吗？会感恩的只有人啊。那个感恩好像是一个钥匙，可以从生命跟神的连接在一起。当你越多感恩的时候，神都越多把那个祝福借着我们感恩的时候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懂感恩，那是你的损失。我不要说外面的人，外面的实际那些人都懂得比我们感恩，他们还把感恩挂在嘴巴，他们也不要哈利路亚赞美神，那干不咯，他干什么问那个什么上人有什么好感恩的？
我不是说这个人有什么好感恩的，真的回到源头，我们认识这位神，这位神在里面来帮助我们，这个神在里面来提醒我们，这个神在里面来扶持我们，激励我们。各位，借着诗章颂词，还有灵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说，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大懂会敬拜神，都要过卡冲啊！你信耶稣超过一年，你应该有很多歌。为什么我们很少敬拜神呢？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神在我们里面恩典？因为我们歌背太少了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再跟你解释一次。我发觉到，当我们口开始感谢神的时候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来到神面前，来做什么呢？来赞美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跟你保证，你的生命一定越来越棒。我发觉到我认识神的过程当中，里面有一个是我自己真的真实的见证。当我越会赞美神，我是不是我很会赞美？我越知道怎么赞美神的时候，我发觉到神就更多向我启示他的一切的丰盛。这个丰盛不是在于一个外在的，是在我生命里面所领受的。所以一个人丰盛不是开外面的啦。我假鬼鬼，你看我做做做练不练？我太太就很欣赏我假鬼鬼。那别人说我太胖了，但是各位，我太太说，你这样天了啊，胖的像豆豆了，胖像豆豆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真的很感恩，在我里面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赞美神，神就更多的接纳我；当我赞美神，神就更多的帮助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种恩典啊，不是用外在的条件能够得到的。跟我说一次，歌颂神是一把属灵的钥匙。歌颂神是生命生活成长的灵粮，生活生命成长的灵粮。歌颂神是经历神重要的基石。为什么它是一把钥匙？当你赞美的时候，神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。你一个人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设立宝座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群人赞美神，神就设立他宝座在我们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什么比神同在还好？我在说，虽然心里面想又害怕又爱，但是如果能够真的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我们死就死吧。让我们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到。而且当我们歌颂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成长。包括我刚才讲为什么要背诗歌，更背圣经。马丁路德左手拿圣经，右手拿诗歌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体会当神的话转换进到诗歌，帮助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想你应该没有听过一个牧师讲一篇道讲30次、20次，有没有？没有吗？牧师讲到一篇道会讲20次、30次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吧？你应该没遇到，我也不敢这样做。我如果这样做，你们导我女儿就听过我讲过道，她说我就看一下你在下面讲，她还可以加动作，因为她听太多次了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唱20次、30次吗？有。为什么？每一次就让我们的心里面经过洗礼，每一次就让我们心被提升，每一次让我们的灵魂在他的面前与他相接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赞美神真的是一大利器。赞美神不是人多，不是人少，赞美神不是乐器丰富乐器少，赞美神不是你会不会唱，赞美神很简单，只要你心被恩感对着神，你就会看到改变的事情会发生。我最后一个是活出神重要的经历。神不是把我吸到这样经历，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。我们曾在赞美的时候看到那个流氓，很大只的，这么大只的，我叫大只，这么大只的流氓在湖里，你知道跑过来，本来跟人说2000块保护费，看到我说，谁老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说你是，我是你在泰山太原那个大学的学生吗？太原大学，你们在太原，台东太原监狱叫台原进修大学啊，还有研究所的，各位弟兄姐妹。当他跟我讲来，我一听我就知道。你知道我才升起来，他冲过来抱住我，就把我抱起来。你可以把我抱起来，你知道是多厉害啊？那个没有200公斤，怎么可能抱得起我？
各位弟兄姐妹，他亲口跟我说：“谢谢你，监狱来服侍我，谢谢你唱歌让我听见上帝的爱。”他还说：“你太了，叮当的卡波，哦，那个是很比那个蔡正南还社会化的。”叮当他怎么唱这个？那亚索在亚里嘞，啦啦啦啦啦，他就只是这样，亚索在亚里，哒哒啦啦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就因为一首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，对一个灵魂需要的人，一首歌进到他里面，他就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里面。我曾经探访一个病人，讲到这个就好了，就可以弹起来了。他就坐在那边等我，表示说时间快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个弟兄，这个90岁的老弟兄，趁他弟兄，因为他没信，他那个我把他当信主，只是他还没信主。各位，我的老师。叫做范大林，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，他们说名嘴吧，啊，我按牧师，因为他帮我按的，他说，哎，你要当牧师，我60了还按牧师，不要了啦，随便叫都可以了，你听懂？他说不行啊，你还是需要，所以我就强迫被去给他按，我都想说你按的我会不会秃头？你要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是笑他，因为他按的时候，那被你按的都秃头，我会不会秃头？我赶快最近头发就不剪了，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个老人家在我那个老师那边讲了半天，他连眼睛都不张开。我看到某某说话，啊，他就跟我说叫我东西师父换我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，我就一首歌唱一遍，我发现开始很比较情绪比较不紧张，因为他讨厌基督的传教，我说张先生我再唱一次啊，耶稣亲我亲我的朋友，我说朋友几个人唱，还有两个立法委员就跟着我唱，唱完了之后我说张老先生，谁是你的朋友，已经90多岁了，才讲几句我就问他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，眼睛张开手握起来，我就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了我去就跟我的老师说，你看我今天业绩比你好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把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放在你的里面，我相信神一定会让你经历丰富的人在你的里面。我今天没有讲灵歌，其实我有点想要下次再讲，因为我好像6还要再一次待一次。林牧师排的，他排的我知道遵守了，我有空我就来。叫他每个礼拜都排。不行啊，那不行，那我一群人会饿死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求主帮助我们。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操练用诗章、用颂词、用灵歌赞美神。现在你看到歌词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要没关系啦，因为不知者无罪。我这个知道就不行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就找些你们喜欢的诗歌，把它们放在心里面，常常赞美神。我可以保证，你们每天的生活因为赞美神这件事情看到改变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谢谢你，因为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里面。主，我们要用诗章、用颂词、用灵歌，不仅彼此教导、互相劝诫，哦，心被恩感，我们更要来歌颂你。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喜欢歌颂你的教会。不管我们现在用什么样的乐器，用什么的配置，主耶稣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来歌颂你。主啊，当我们歌颂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丰富的恩典就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里面来留守，来成就，来做成。更重要的，我们里面要得帮助。主耶稣，你的帮助胜过人的扶持。为此的缘故，请你自己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的平安胜过人的安慰，因为你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不仅在你的恩典当中来度日，我们更在你的恩典当中里面来行事。愿你帮助我们在未来一个礼拜当中里面与我们同在，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。特别有难处的，求主让我们操练感恩，让我们感恩再感恩，让我们学习感恩之外，我们愿意常常用颂赞做我们做一个敬拜的祭，颂赞的祭献给你，好让你得喜悦。谢谢我的主，愿你的话在里面帮助我们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哎，跟你隔壁人说，我们要常常歌颂赞美神。